实话，解题没问题，好吧，体力活没问题，甚至可以 rap。但是你看他这个规则，我不是很熟悉啊，就这样被他们砸到了。你听听，安慕希都听不下去你说废话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哟，哦，你也是啊？你是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我们队的吗？我是客气，是你们什么？挺好的啊，挺好的啊。我脖子这个 size 吧，正好。这玩意儿，对吧？哎，姐，你看看这个。哎，拿走吧。这玩意儿是第一半哈。还我。不要了。好，二万。二三。二三六九。二三六九。对，请选下一个。哇哦，来吧。请告诉我答案和信息。二。Hello。我们是追击组。追击组。在哪儿？往哪儿去了他们？往哪儿去了他们？他们已经完成任务了。三四万，怎么胡？二万，五，二三四五，正确，下一幅。二三六九，对，正确，下一幅。篮球高手，哎。三四六，正确，下一幅。一样的，二三六九，正确，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。这还用？这不用玩了吗？我玩完了，就选一个嘛。你们成功获得下一个任务的两张线索。哦，好。规则我都没听完就玩完了，还是说这太快了，行吧。往哪儿去了他们？他们已经完成任务了。嗯，又完成了。这是个啥呀？上去就你们还说游戏难难什么？人过去一分钟都不到，游戏完成了。我们藏起来，我们藏起来。陈哥，不是他们都做完任务了吗？啊，我们要藏起来。哇，他们不是都做完任务了吗？我们要藏起来。他们不是都做完任务了吗？我觉得我藏在什么地儿比较好？他们不是都做完任务了吗？他们不是都做完任务了吗？没有，还等等沙溢他们。我跟你说，万一沙溢来了呢？藏起来。没地方躲。就这个。就是公交站，漂亮，如此精准。我们下车了之后，不会有人埋伏我们吧？感觉有点可疑啊，这个位置。前面这奔驰有点可疑啊，停在这儿。这有辆车，哥，这车更可疑了。这几个车有点可疑啊，哥，那儿也有辆车，哥。这几个车有点可疑。我听到了，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哎，我真的有种想随时逃跑的感觉。哎，这里头刚才有没有李晨他们？走，坐车跑，快！等一下，他们是追车，他们的车这是追呀、啊、追，他们已经到里边等我们了，在外面了，陈哥，在外面了，在外面了，快去追他们，快去追。啊，我们走，快走。这是啥车？上车，这是啥车吗？往哪儿去了他们？哎呦，快走！哎呦，还不下车？开车，保护我方队友！快走，司机，快开车！你跑到那边砸大镜去，快去！快开车，司机！快走！往后倒车，不要锁上，锁上！锁了！吓死我！但是苏醒没了的啊、哦！苏醒没了，对吧？我们快回去叫下一个地点，对吧？哦，你们啥人呢？把我砸完之后也不管我了。你们刚是看到了这个是吗？没有，我们在外头看见你们车了。
我都说了，我下车之前我就提醒他，我说把车停远一点。太坏了，上车你说不应该算的，我都进到车里了。还是经验少，说实话，解题没问题，好吧，体力活没问题，甚至可以 rap。但是你看他这个规则，我不是很熟悉啊，就这样被他们砸到了。你听听，安慕希都听不下去你说废话了。对不起。Sorry。眼神中没有任何的胜负欲，好像已经放弃了。刚才看到了周深、李晨，对，他们俩，对，那面能不能去的那面呢？快跟白鹿说，完了，完了 ，baby 姐打电话，大战，那你这编不下来，那我说我们还得解，行。喂，沙哥和苏醒被抓了，真的。我们想办法拖住那个追击队，如果他们打电话给你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我们是真的解不出来。你们最好还是要加速一点，因为我刚刚只看到了李晨和周深，晨晨和静怡，他们肯定知道你们去哪儿了，因为刚才我们同一车的苏醒和沙姨都知道那个红色地方是哪儿。我帮你打电话给晨晨，给他拖延一下。行。哎，他们怎么没有来我们俩这儿啊？对啊，奇怪了。我估计快来了，我们赶紧先挂了啊。行，好的。感觉你不加最后那么一句还挺像的，感觉你说完那一句以后他沉默了大概有3秒。我先给范丞打电话，能不能套个话？好。喂，他也好假，真的演得太假了。挂了，说我们俩，着急。你这有点太假了，你还说我们俩，你有啥资格说？他着急。完了，快跟白鹿说。大静，这谁的手机？你的。等会儿别搞混了。是你手机。爸，不知道。接。你不接才奇怪呢。接。哎呀，你没接，哎呀。完了。白鹿，你玩的是卧底的吗？没有，我们俩没事，就我们俩新过来了。白鹿没接电话，他还好吗？要不我跟贝贝姐说，让他们俩过来吧。可以，你可以跟他说我被抓了。喂，姐，白鹿被抓了。啊？我现在该去哪儿呢？我们现在要不先约个地方见一下？见一下。那你先在车上躲一躲，我们先找一找。我先转几圈，在这附近。行，好。好。我看似是信了。我再打个给白鹿，看看他是不是被抓了。哎，你说雨琦被抓，你说雨琦，哎，你别混乱。你说雨琦被抓了，你说让他赶紧来这儿。你这么说，他们就来这儿了，我们就不用跑了。不对，这逻辑。你就是说，你在这里，然后让他来这里，他就一定不来这里。你说你还在解题？喂 ，baby 姐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在哪儿呢？你们上车了吗？我回来了，他们把雨琦抓了。我坐车绕了一圈，我就学会他摇骰子了。妈呀，那我们要不约个地方先见一下，等你摇完了你告诉我在哪儿啊。你们要不要来这儿？我觉得他们不会来这儿，因为他们刚从这儿抓走一个人。也行，拜拜。我感觉他都相信。没有，就看信你们俩谁吧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么告诉你吧，他一个人都没信。我也觉得是，不然他就不信这个 baby 了。好深的。早就看破了一切。